已经气到疯掉了。没有想到我第一次看到金沙会是这种情况，潜水潜了六七年，我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，极度的灾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eline， 是 Cynthia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其实是我们来马尔地夫前没有预习到要拍的一支影片，是刚刚临时加的。我们也不愿意拍照，因为这一切就是这么发生的。这应该可以说是旅行发生最烂的状况。对，我们现在其实是刚结束一个浮潜行程，然后我必须说，这是我潜水大概已经六七年了，我没有遇过这么瞎的事情，体验真的很糟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借由这影片来告诉大家，就是真的找了不好的船家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。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是出发想要看金沙跟 Manta 的，这边就是很出名的，就是浮潜就可以看到。我们也是为了看他们才来这个岛。对，然后最后这趟的体验其实非常差，所以大家如果好奇就是会有什么状况的话，到底有多糟的话，对，就可以把影片看完。这是从旅程的一开始就有一堆破事，就是我们很少开头这么没有 energy 啦。对，但是我们的心情现在确实就这样子。OK， 气到累了，那就马上订阅、开铃铛、看下去，拜。这次我们来的居民岛叫做低古拉岛，除了美得像天堂的长尾沙洲之外，最知名的其实就是浮潜就可以看到野生的金沙和鬼蝠鲼。那这其实是当地的饭店帮我们安排的出海行程，不过因为体验实在太差了，我们就决定不曝光这间饭店的名字。但是我们希望借由这支影片让大家知道慎选船家的重要性。这集会有气扑扑的双 C， 但我们平常是很温柔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回到当时的情况。不知道这边最经典的行程就是要去浮潜看金沙，然后现在是早上9:50，其实已经蛮晚了，因为这边金沙出没时间是9:30到11:30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是要9:30以前就要到那个点。对，但是今天就是反正车子接我们很晚才接，然后就搞到现在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参加这个行程的话还是要早一点。所以我现在其实对于能不能看到金沙有一点存疑，先不要抱太大期待，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。I'll do anything for you. If you need me, I can. 这段不知道能不能用，但是我先拍起来。我们已经气到疯掉了。好，我大概是讲那间有多荒唐。反正我们昨天已经从非常非常非常久了，然后我们就是订了7:30出发，我们四个先去水费一支，回来之后再接其他人，然后我们大概是9:00左右出发，会去浮潜看金沙。然后我们全部人呢在饭店等到了9:30，他才开始接人。然后到了码头这边，我们 OK， 大家上船了，然后看到了一箱装备，有呼吸管，有蛙鞋，有水，然后我们就绕了一圈，又回到原点这边，然后接着两个人上船，几分钟之后，他们又在拿了其他人需要的救生衣。对，然后现在他跟我说，他从8:00就开始准备装备。对，然后现在10:05，然后跟你们说多荒谬，就是我们昨天为什么会改行程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登岛的时候差不多10:00，他跟我说现在出发已经太晚了。所以可能会看不到金沙，所以改隔天。我们隔天可以早点出门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到了10:00。今天花钱不够吗？花钱不够了，只有36.37。还好我们有自己的装备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去那里没办法潜水。而且我觉得还好是因为我带自己的长蛙才追得上，没有想到我第一次看到金沙会是这种情况。
前面他们应该换点再找，看他在哪里再跳，因为我们追不上了。我拍了两卡。Are we going to change the change? OK。真的是打仗一般的行为，好好紧绷哦，蛮左的，对，所以。有看到，还蛮大只的。我用生命在追哎、欸，你没发现？真的觉得这个船家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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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不专业，潜水潜了六七年，我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，真的非常的夸张，前面的人快吓死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真的很生气？生气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潜水潜那么多年，我没有遇过这种鸟状况，太夸张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店家的，跟那个老板理论。反正 anyway， 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些人全部都是，对。打东西进去不要下水是对的。船上总共有十个客人，然后其中只有我们三个人有自己的装备，所以我们三个有得下水，他们全部没得下水，然后在那边等我们。有两个人已经在那边阵亡了，在那边太晕了。然后这两个三个哪个人是没有准备到蛙鞋？对，还没有救生衣。对，还没有救生衣，我已经气到疯掉了。然后他们好像看到我破口大骂，觉得很爽。爽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真的不是潜水的床常态，不要因为这样子不想潜水。这是最轻最大只的一只，真的吗？它比刚刚的都大，然后下去游了一下，但是这次还没来，啊，没有拍到，这次又没拍到，对，但是我下去跟它游了一下，你又没拍到？没有，因为我没呼吸管，我也比较慢。大概我的四个身长，蛮大的啦。但是很深，它很深的地方，好可爱哦，十米，很深吗？就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在那边动而已。我们现在会离开这个金沙的点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 Manta。现在时间是11:20，然后据说 Manta 只会出现到11:30。这船家非常非常的不专业，他刚接我的手，差点把我的手指有弄骨折。他刚刚这样子抓我的手，我要是也用力扯，我手就会断。我现在已经决定了，这整个行就是一集。就是标题就是为什么不该找便宜的潜店之类的 ，whatever。可是船上好难上哦，对吧？危险啊！好，我都上不太来。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船很烂，是因为啊，它这里全部都是滑的，所以一上来你会一直跌倒。然后这也是我潜水这么多年很少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其实你就是刷个船一分钟的事情。就是这跟这里的 facility 没这么好完全无关。就已经讲开了，船尾上下转。对啊。有没有停吗？没有停。真的很危险。然后我问他说，可哪里都可以下吗？他说都可以，也是可以。但是我记得我们在马布区的时候，他有特别说不要从中间下。对啊。船尾下很危险。对。好好的一个潜水行程就被毁了，真的被毁了。我说怎么没下去？他说很不舒服吗？我说没有，因为我很生气。你们不要害怕，我朋友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人。我平常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但是我只要你一往惹毛，我觉得我真的整，我整个人爆炸。现在时间是11:50，对，11:50，然后他们才刚到这个冰船前店。希望啊，但是他们既然想找，我就让你找一下。今天开心吗？
游戏啊，出来玩都难不开心。虽然我已经预料到了，最后就是没有看到 Manta， 因为我们到 Manta 那个点已经十二点了。对，然后你说就是应该在十一点半以前就完成这个行程。对对，然后现在就回到岸上了，就是看到了一点点金沙。对，是，但是这其实这一切，你只要整个行程再提早一个小时出发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对，今天真的太晚了。相信影片最后也不用再跟大家说什么，因为我也给了很多情绪，然后我现在整个生气到很累，已经很累了。所以这支影片其实是真的想要，也是用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你找的店家的重要性，便宜有，但是它就是真的很两光，然后迟到，然后很不细心，然后装备没弄好。花了一堆钱来马尔蒂夫，然后你的，对，像我们旅伴的半天就被毁了。今天这个状况是真的要潜水的话，我觉得直接去找潜店比较好，因为你知道你找的是谁，你有办法去查他的评价，你有办法先去看他的装备，而不是一切东西到了现场，他说他有安排，可是你其实到了现场你才会知道。可能都没有好。虽然说有时候一些饭店可以帮你安排全部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有风险，除非这间饭店的评价一直棒。对，你看过大家 review 说他们行程好玩啊什么的。OK， 先这样啦，那我们就我们马尔蒂夫还有很多影片啦，虽然这是有点负面，但是其他影片其实还是蛮好玩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那就是喜欢按 like 分享给朋友，告诉大家不要乱找潜店，然后 whatever 大家都知道，拜拜。It only gets better.